宝武之拳是野生啊？等一下，我操！哦，这个宝宝是野生，真是看不出来。而且他进阶的110，他是拳野吗？武之拳野，那也合适啊。What？ 买家是看花眼还是上当受骗？刚刚买的号带的武之拳红满进阶宝宝，居然全。那你装备还能是野的吗？对不对？